几楼？什么几楼？我跟小姨子两个结婚差不多。不跟小姨子结婚啊，说出去不好听，家人们。晚上好，张小正阿姨，晚上好。买的房几楼是吗？买的房几楼是吗？楼层不高，买的中间楼层啊，家人们，买的中间楼层，12楼，中间楼层知道吗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欢迎你们回来。做梦梦见过他姐没有？2个月前我就说过，我说经常容易梦到他姐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个实话啊，我这段时间还没梦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这段时间没梦到过他姐。以前的时候爱梦到，我最少1-2个月没梦到他姐。以前的时候会，以前近段1-2个月的会最少有一次，但现在好久没梦到了。梦见小丽没有？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啊！你们是真会聊天呐，真的，你们太会聊天了。你们怎么有？你们怎么不问问我梦到他小妈没有？嗯，你刚才在问我彭少，你梦到他小妈没有？他小妈有没有让你做噩梦？是吧？真的服了你们了，真的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欢迎回来。全部都是聊天专家，对，太会聊了，我们直播间人太会聊了啊。大功告成，还差一步啊，还差一步，还差一步，还没完成。梦见小妈来追着你揍，吓死你！噩梦是吧？不能加油，谢谢。没事没事，家人们，咱们开个玩笑。咱们直播间反正就是开玩笑唠嗑嘛，对吧？还也是没做，你们猜什么是没做，家人们？还最重要的一步事情没做，你们猜什么是没做？嗯？梦见小妈来打我，我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没做。直播间是很多聪明人啊，对，戒指没取，你知道吗？戒指没取，戒指还没取，每次说取，每次说取，每次都，都没取，每次都食言。小丽他爸过段时间把小丽托付给我，怎么可能，家人们？怎么不可能？我今天跟他爸说了，我说以后小丽如果说出嫁，我会跟他再准备嫁妆，知道吗？因为我怕他爸放心不下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取，今天取，来，跟我把东西把这个戒指下下来，我下下来。拿个工具把它下下来，我现在叫我助理帮我取来，你别把我手给我拉掉了，你找个东西把它弄开的，你不这样把我手指给你搞掉了，我现在取，现在取，可以取了。
不要动啊，黄哥。这样这样这样。我知道知道，慢点，不要动。你别把我。我知道我知道，慢点，所以说不要动。我让经过我再取，可以取。我觉得带了好多年，知道吗？带年太长了，都快长到肉里面去了。你的秘密吗，家人们？不是，它是活口的，这个是活口的，不是那种死口的。哎呦，那板弄这边对。我靠！这个戒指很长，要工具去，要工具去。我也是很长，鹏哥，我再加过去吧，这样万一一会儿他给拉到了我怎么样？就这个活口夹子，这是个铂金的，知道吗？下不去了，下不去了，这叫工具区，这叫工具区，拉不下来吗？哎呦，这真拉不下来，家人们看到这。完全拉不下来了，但是等我弄完，手弄疼了，手弄疼了。我没办完事，差不多了，已经办的差不多了，该放下放下了，对吧？好狼儿拿得起，放下，对不对？是这个道理。这要这一般的工具取不下来，年数太长了，这么多年一直没取过，从来没取过，这要去店里弄的。放点洗洁精，它是那种活口的，知道吗？不是，它是活口的，它是活口的，所以。它不是洗洁精的问题，它是要调，你知道吗？用工具把它调，把它弄开。对，很疼。刚刚跟我取不下来，我让回去再弄点洗洁精试一下。我回那个洗衣室。有没有人上来连麦的，家人们？感谢曲阿姨。有没有人上来连麦的？来，家人们，有没有上来连麦的？有的话，在公屏上扣三个六，扣三个六，然后申请就可以了，好吧？扣三六，然后申请。谢谢大家，同志到中国好男人，中国好男孩，我没结婚呢。有想上来连麦的，公屏上扣三个六。手机没电了，拜拜拜拜。小妹看上我怎么办？不可能，家人们，她那个小姑娘，小女孩，知道吗？单身是吗？来。那种小女孩，来，阿姨，来，年龄上来了。咦，那开了视频是吧？来，我把你放大好不好？我把你放大。开视频。那怎么放大呀？我不知道怎么放大呀。你把你，今天我们看到你老爸那个留言队，我们都跟着留言队，你太幸好。我没留言。你把他说服了。我不是。我不是那说服了，你知道没有，阿姨？我最后实在没办法，我是实在没办法。你还是有能耐把他说服的，他是老，他那个年代的人不一样。对对对对。他是旧那句人。说的好听点叫认识你，说的不好听点叫固执，对吧？对。嗯。女孩子慌是慌话，你还是把他说服了。我们都看到留言了，好穷啊，真的。他说个小吗？
又不关他家庭的事，太恼火了。那个小李，你那还挨打，好恼火呀。对，你没看到他们整个村里都那样吗？不是他家一家的情况这样，是他整个村里都这样。到时候我不是给你们看了。其实小李，你也是把他培养得很好，你也是好好的把他管好了。那个人还是能干，那个妹儿。我没人才有人才，能力有能力，那个妹儿你看。他有没有能力，是不是个人才，我还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说话还能，还很那个，他只是人年轻。我又觉得年龄太小了，又觉得年龄太小了。就是说他之前的话在遇到的人不太对，你知道吗？遇到人不太对，他有个过程。对对对，你是好人，你把他带出来，那个人不错。我跟你讲，这里他们现在那个杆上打了一个字，都说跟你小妹哪个哪个，那个是时间还没到，时间到了你妹妹自然要对你。我跟你讲，像这样的事很多，我们这里姐姐亲自跟妹妹要死的都做媒都有，我们这里看到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月还没有完。姐姐跟妹妹做媒，都是啊，把姐夫介绍给他，给妹妹。那啥玩意儿？姐夫大12岁，我跟你讲，他姐姐生的两个孩子，他姐姐亲自跟妹妹说，叫他给他带两个孩子，结果他妹妹还是想得活。我跟你讲，他的哥哥对他多么好。他说人才各方面都很好，像你有能耐也有势力，你到时候你把小丽拉出来，绝不小丽要不得换去你。我跟你讲，我是阿姨啊，阿姨啊，我跟您说实话啊，包括直播间的16700人，说实话，我真的我没有想过这些东西，我真没有想过。我晓得你只没有那个想法，到时候你缘分来了。他师傅说的运验到了，他自然，他天上给你安排好好的，在那等着你的。阿姨，我知道您上来干嘛的了。啊？您上来不是来跟我聊天的，您上来是来做媒的，说媒的是吧？我就是跟你聊天，不是跟你聊天了。不，您上来是说媒的。啊？我看到你呀、啊。你上来怂恿我去追小姨子了是吗？嗯。不是的，你太支持他家庭，小李很感恩，你晓得不？我们都看到，我们也看到很多视频，都是我们看到那个云南那个枪轰逃那个婆娘，我们都跟他说不要那个婆娘，不得行，他老婆也不叫他不要，结果他那个婆娘把他害惨了，我跟你讲。但我们的眼睛很盯得到人，你不知道。我们都是几十岁的人了，这样的啊，三天苦辣都是过过来的。这样的阿姨，知道吗？就是说，我知道你说的话，包括家人们的一些意见，我看见过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跟他不太合适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跟你讲讲，我跟你们讲讲为什么。你是哪个说？因为如果说，其实我本来不想谈这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想谈这，但是你们说到我说一下啊，我说我是你最真实的想法。我知道你是那个说。我总觉得，就虽然我跟他姐没有结婚，对吧？但是我总觉得他是我小姨子，知道吗？虽然他也算不上我小姨子，就在我内心深处，我总觉得他是我小姨子，所以我很忌讳这些东西，知道吗？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因为你们也知道我的家庭。不喜欢别人指指点点。你的心中我们也知道，你的心中我们也知道。这是我真的，这是我真的。你不得要。对，这是我。达到你的目标，你是不可能去娶她。我跟你讲。不是目标不目标，阿姨不是目标不目标。就我说的什么意思呢？虽然我跟她姐妹结婚，但从我内心的深处，我是把她当做自己的小姨子来看的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你是，肯定你是。就是我跟她如果真的在一起，我膈应，能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能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对不对？是的、啊。对。就算我前两说了，好说不好听，真不好听，是不是家人们？你肯定啦、啊，本来他爸爸都是害怕你产生那个问题，你不知道啊，都是看着你今天把话说明的，他老头子才点的头，我们也看着了。对他爸爸今天是的，知道吗？他爸爸最大女儿，他爸爸最后同意的时候，知道吗？还是因为我说了，我说你放心。我说我不会坑魏一丽的，我不会去把他怎么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吧？他爸爸才同意了，知道吗？其实他爸爸也是跟我一样的想法，我能看出来。
我们看到的啊。对，他爸爸跟我一样的想法，怕我祸害了他大姑娘，又坑了小姑娘，知道吗？他到时候爸管不了婚姻，你要相信这一点。他主动要找你，他说的钱给你安排了好好的，在等你。我跟你讲，你不知你脑壳啥，你的心中我们也很知道，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你没找，你晓得不？不要听闲言碎语，有自己的主意。我有自己的主意啊，我的主意就是你有你的目标，你哎。你没有你的目标，一般的人女人女儿你不随随便便去找，你很诚实，你晓得不？说到你的公司这么多，你的成绩也大，你晓得不？嗯，行，我放你下去吧，谢谢阿姨啊，谢谢您上来跟我说媒。好的，好的。我代表小丽感谢你啊，真的。肯定了，天给你安排好好的，你不知道我们说的话，你记得行。我们原先看的那个云南那个直播。我们叫他不要说那个婆娘，那个婆娘没读书，没有文化，没有头脑，和头脑很简单，不够用。我们也不是上月去跟他说，他不听。后来结果还不是失望，才上个月结婚。嗯，行，我先放您下讲吧，谢谢阿姨啊，感谢，拜拜。嗯、感谢，对，嗯、把我放下去。好嘞，拜拜。祝你愉快，祝你女朋友，你满足你，谢谢你的心愿要达到。谢谢啊！你的好事做得多，我跟你讲，你好事做得多，绝会你的心愿达得到。谢谢阿姨，好吧，嗯，我相信，真的，我相信对的人都在路上，知道吗？不对的人都会形同陌路。我从来不乱说话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是山前苦难，我们是走过来的，我跟你讲。我问你个问题好不好？我问你个问题好不好，阿姨？嗯。我看您的名，我看您的抖音名叫单身，您真单身还是假单身呢？我跟你讲，我们是三十几年，我们也是婚姻国人，自己愿意的，大人不愿意，后头都是失望。我跟你讲嘛，结果不是我们两个想想。我的意思说，您是真单身还是假单身呀？真单身。真单身。来，直播间有没有大哥单身的？直播间有没有大哥单身的？走出来，我带个儿子，我把我儿子媳妇接大，还生三个女孙女。我跟你讲，我看这个，我们这个。那个里头都没得我吃的苦多，没有我的经历最多。我把这个大姐放大看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大姐挺有意思，家人，我看一下，呀，放不大。我跟你说，大姐挺有意思，知道吗？您戴眼镜的是吗？大姐，喂，您是戴着眼镜吗？啊、哦，您是戴着眼镜，看到了，嗯，挺好的啊，挺好的。我你把我放大干嘛？我不能。你看到我说话脸半都红了，没有，你们是有势力的人，我们是没有文化的人跟你们说话。我跟你讲，不是，我觉得你挺有意思，知道吗？真的挺有意思的吧？您多大年龄？我跟你说，您多大年龄？你的心好，对人很好，你的女朋友绝会要达到你的愿望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他是天老爷给你安排好好的，真的吧？不是，快开玩笑。我先问一下你，您多大年龄？您多大年龄？多大年龄？我今年55了。55是吧？嗯，行。是啊。嗯。你看出来我是55的人吗？看不出来，我看到您25，我看见您在25。那就好，你说我有点轻松。嗯，好，行，阿姨，谢谢您啊，谢谢您，我觉得您挺有意思的，挺开朗的，我喜欢跟开朗人聊天，知道吗？嗯，好嘞。是啊。嗯，我一般的人，我看那个聊不起天。嗯，你只有能力的人，我都可以跟他俩聊，真的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是吧？对。不是我，阿姨，说话没有。阿姨，我直播间有大哥，你要不要我跟你帮个忙？我说我直播间有大哥，你要不要我跟你帮忙？帮么子忙？帮什么忙？嗯、帮你找个老伴儿啊！找个老伴儿呀、啊！帮你找个老伴儿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嗯，我那个人也是头很倔，从我三个男人伤很大，我从来不找，别人给我找的介绍的几那个我不找，我走出来，我的烂路都走出来了。哦，烂。现在我的好日子来了，哦、我不能找。我懂了，男人伤了你的心是吧？是吧？我原先我个人带个娃儿，还要供他读书，还要跟他娶媳妇，我都走过来了。嗯。我现在女强人，我什么都不差了。
我都不认。我什么都不差了，我还要男人干嘛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，阿姨？是吧？就是啊。行，你现在男人，你想去想他的福是不可能，你想他把钱给你用也是不可能的。对，现在很现实。对，你说，我懂你意思了啊。我开个玩笑，您别介意啊。您的意思就是说，您的意思像我这个年龄了，对不对？我该有的我都有了，我该吃的苦全部吃完了，对不对？我要男人干嘛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有一双手，我有一双手，我有两双手，能吃苦耐劳，我都走过来。我现在上点班，挣点钱养活我自己，还养不活呀？对，就是我需要男人的时候，一个男人都没有。我现在不需要男人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啊。我二十几岁都走过来，我现在五十几还要男人干嘛？你多大？您多大离的婚呀？啊？您多大年龄离的婚呢？我十九岁结的婚。十九岁结婚，二十几岁就离婚了。啊、我二十岁生我儿子。啊，那您不容易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，挺厉害的。我跟你讲，我都是我妈妈四十四生的我。四十四岁生的你是吧？四十四生的我，我是最小的狗，我的哥哥姐姐都是七十几岁。我听您说话，我说实话，哎呀，听您说话，知道吗？就是你性格挺好，很刚强，很要强那种性格，但是很直爽，对吧？我走到哪个地方，人家都说我。我走到哪个地方，我从来不是个古怪人，很开朗那个人。对对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阿姨，让我先放您下去，好吧？谢谢您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拜拜，祝您生活愉快啊！祝你朋友，云呀，快乐。找个好朋友是吧？好嘞，好嘞，你的朋友在那等着你的。好的，老天爷给你安排的好好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您，谢您啊！好，明天我天天在你直播看，明天都回我的更新吧。哦哦哦，行，好嘞，谢谢你，放你下去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这个阿姨挺有意思啊，家人们啊，这个阿姨挺有意思，你知道吧？对吧？挺好玩的。没事啊，家人们，我们直播间反正就是个唠嗑直播间，谁都可以上来聊天，好不好？紫荆花是吗？紫荆花，啊，行，来来吧，来吧，紫荆花阿姨来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彭仔。哎，你好，阿姨。哎，你好。是叫阿姨吧？对，我儿子都比你大五岁了。你儿子比我大五岁。对，您上来是跟我准备跟我说媒还是说啥？不说媒，不说媒，彭少，我天天都观看你的直播，八点我就准时看你直播。谢谢那个小谢谢那个小丽的事情，谢谢你。就是还有就是，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啊，家人们你们别多心啊。因为小丽她年纪太轻了。对。就是还有就是她那个闺蜜少联系，尽量的少联系。哦，就是他那个那个同学是吗？那个大那个同学，对对，对，就是光头的那个女朋友。您说的对，您说的对，我会跟他对，还有就是你，对，还有就是小妈的事情，因为爸爸现在看那个样子挺可怜的，尽量就是说能够跟不跟他小妈接触，尽量不接触，对不对，小彭少？因为他妈妈的心比较，谁都知道。他妈那个心，我说个实话，那个女人的心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都不喜欢她。我说个实话，知道吗？这个接不接触，就他跟他们小妈接不接触，这个不由我说了算。为什么？不是可以提一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，他跟小丽虽然他是小妈，但是跟他爸爸是合法夫妻，对吧？我没有权利去干涉别人的这个事情，对吧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去干涉，彭少，不是去干涉，是提醒爸爸，因为他现在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做儿女的，就是因为小丽太年轻了，那有些事情想不周到，因为你年纪大，也稍微比他年纪大，年长一点，对，可以就是在爸爸面前，提醒一下，就是说尽量的少说，少在他妈妈面前说。就是到城里的之后的很多事情，惹了很多麻烦。今天我跟他爸说了，包括我跟他爸说了。我知道你下午直播，我全程在看。但是我说实话，家人们啊，这是这个阿姨提到这里。第一个呢，他跟他爸是合法夫妻，我没有任何的理由去干涉。第二呢，他是属于虽然不是小丽的生母，但是是属于他。